经都准备好了，就只有一首歌。对，海洋之歌。对，就是我们那边会放。哦，你们已经弄好了是吗？我是讲到你的音乐可能没有的这么亮。大家好，现在是中午12:30，我们已经抵达了新竹，这边是新竹县的竹北竹笋公园。那我们今天要参加竹北灯会的演出，现在要先来彩排。那这个公园呢，它叫做竹笋公园，你看这边就有一个超大的竹笋。昨天是元宵节嘛，然后非常的冷，所有的我妈、我朋友都一直告诉我说，今天我们要来演出会超级超级冷，所以我就把所有的装备以及很厚的表演服穿来，结果到现场以后发现艳阳高照，然后现在有点热。我们比预定的时间早到，所以我们现在先吃主办方帮我们准备的便当。哇，看起来好像很好吃哎。现在我们要准备彩排了，我们器材已经装的差不多，不过每次在白天阳光很炽烈的状况下演出的时候，我们都会面临一个问题，就是上面的灯都看不太到，然后我的 iPad 现在根本是一面镜，完全看不到。 Buff 有开吗？好，那个来，等一下，我直接 tip， 你试试看，有吗？没有，都没讯号，都没讯号。OK， 你好，老师你好，等一下那个跳舞的音乐，没有跳舞的音乐，那个别，你们来找我们好不好？不是找他们。音乐在哪里放？音乐我们已经都准备好了，就只有一首歌。对，海洋之歌。对，就是我们那边会放。哦，你们已经弄好了是吗？我是讲到你的音乐可能有的这么亮。你的很 fashion 是吧？嗯。结果今天天气真的是意外超好，我们找到了一个很舒服的地方。现在距离我们演出大约还有2小时的时间，在这边稍微休息一下，很舒服，冬天的阳光。好，准备好了，收器材，然后整理我们今天的 PA 的电。